有这个机会能够一起参与我们阿洛关怀协会安排的节目，我们是第一次来配合哈啊，所以听完呢，主要呢把这个欢笑声来传给大家哈，大家能够快快乐乐，越是要庆祝圣诞节嘛哈，我们就提早来庆祝。好，刚刚的手语表演哈，里面我们也有手语老师哈，非常感谢大家呢，我刚好来参加这个公益活动。那我现在来安排的这个节目，就比较不一样，把我们的金宝带出来，邀请到的是我们阿美族的公主，这金家哟，你今天是公主哈，而且她都在各观光景点有带领舞团，哎。因为我长大跳黑板的舞，我想
也是 LP 月销的。